我觉得就是成长很多啦，那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机会，有机会可以夺下奖牌，甚至拿下金牌。我觉得最大对手就是我自己，因为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可以更加提升，你不管是打哪一个对手，其实都相对来讲你还是会更加优势。 我们也是有这个自信心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，而不是说哦每次都出去，然后感觉不能拿着国旗，然后感觉又低人一等，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，对啊，然后我希望能够对为上帝为台湾而战这样子。